哟，欢迎来到微电生活 Fun Life， 我是翼龙，今天我们要来洗车了，没有错，我们现在正在这个 BBWCC， 对，洗车也可以拍一集，就知道这集有多水了。然后你们最爱的我女，哎，不是你们最爱，我最爱的，啊，开洗。第一步，他这边写说要先清洗链条哈，但是我今天不打算洗链条，因为我的前齿盘、后齿盘跟链条都要换新的了，所以就稍微冲过就好，所以我们就直接第二步高压冲洗。全集中，水的呼吸。OK。接下来就是大家最爱的泡沫。好，可以了。香车配美人。不要浪费啊！开叉吧，抓呗！OK， 刹车。没有想说要怎么收场，所以就洗车而已嘛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